所以你愿意当我第三本书的参考对象吗？那你知道恋爱的第一步要干嘛吗？你放心啦，我会把你吃掉。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把你吃掉？生日快乐！我们家不过十五，所以没有这个习惯。以后这个习惯由我开始。我觉得古静是一个很不错的主角，该把握就要好好把握。配料都是专属特别的，下次我弄你爱吃的。看来他不只把你当成老板，那你呢？是他不够好，还是你不够格？你刚刚把位置让给那什么鸟助教，你不是要告白？这次换我追你。